Richard 这个好友分享日哈，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的战况，就是说，我从1月底开始到举办这个活动，帮大家揪团友的部分，现在已经2月底，刚好整整一个月过去了。我目前有帮忙，就是大家揪团的部分已经有揪到了，大概有19个人都已经有至少50个连接点击次数。那这个50个连接点击次数，如果换算它的转换率是10%来说的话，大概就是有5个人哈、已经有就是确认办卡的部分。好，所以目前的话，就是大家也可以回去这篇文章去查询一下，就是你目前是不是已经有被我推广完了。那我目前大概是在差7到8个人哈，就全部推广完毕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哪一些人都还没有就是接受宝可梦推广的部分，真的欢迎你赶快来填单哈，那我就会立刻帮你做排播。好，只要符合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分数的部分，我就帮你排播了。好，不然的话就是接下来的流量就都浪费掉了，因为都没有人可以，就是因为他加到我身上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一个人最多一季就是拿5个人，就是500块钱嘛。那多的部分他不会多的给我。好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把握机会。如果您自己这一季本身还没有捐满，但是有想要拿这500块现金的话，就是赶快来参加我这个活动。好，我一样这个好康就会分享给你。好，这个是这样子。